展。销售员忙着不停地介绍，难得有这么多知名的厂商和款式，消费者把握机会选一张好床。台东一直以来都没有大型的百货公司，许多台东的民众要找一张好睡的床，往往都要大老远跑到大县市选购，可以说是劳身又伤财。有业者联合各家的知名床具厂商，提供数百种的款式，和台北世贸名床家具展同步展出，让台东的民众不用到外县市，就能买得到适合自己的好床。我们在这个台糖家具展时间是从3月18到22，我们是从台北世贸延续直接厂商再下来，我们有这个时尚的这些沙发、木头的这些床组、衣橱，各样的各式的家具都有，还有很珍贵的这些我们的名床，我们现在的睡眠品质大家一直在要求，所以我们直接从都市区移来台东这边，希望提升大家的这个睡眠品质。选择一张最适合自己的床垫，就如同选择一个贴身的好情人一样重要。尤其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更需要有良好的睡眠品质，才能让身体完全放松，达到完全的新陈代谢。现代人压力很大，睡眠其实有1/3以上是在床上，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弹簧都是用独立筒的弹簧，互相夫妻在睡觉是不会影响另一半的睡眠品质的。现在床垫越做越好，睡眠品质大家一直在提升呢。我相信需要呢，就是比较其他偏远的地方也可以慢慢有这个睡眠品质的提升。也有民众担心，万一买到贵重的床垫，清洁是不是又要花上一笔不少的费用？业者指出，买到好品质的床垫保养其实很简单。以前可能业者会跟你讲说，3个月要翻一次面，或是说要怎么样兑换。其实我们现在的床垫都是用不耗损的弹簧独立筒，所以不需要再翻面使用了。所以我们只要可能大约3个月或半年把头尾对调就可以了。保养程度基本上，如果是顶级的床垫，应该也有保洁垫，所以我们就先铺保洁垫，再铺你的床罩，基本上就不需要再保养了。针对消费者生活的需求，有业者推出电动升降的床垫、人体工学的设计，甚至还有电动按摩的功能。在房间里面，你看，还有按摩功能，你看没有？我一边看电视，一边或者是有按摩功能，它可以省掉，它等于是多功能，你看它全身都可以按摩到脚，你知道吗？它也是一种省掉你按摩椅的钱。你看有的按摩椅20-30万、30-40万，它这个你看没有？全部你看有电动。从脚也有，头也有，你看，我看见就很方便啦。还有记忆装置，对，记忆装置，看电视，对，看书，睡眠，有4个。往年台东也都会有一些厂商来到台东举办特展，提供台东的民众选择，但是款式都不是很齐全。而这次展出不但都是知名的大厂，而且款式功能都是最新。从18号开始展出时间，一直到21号。东南新闻陈金雄、林婉珍，台东市采访报道。